品质跟那个性能操控是最好的。哇，这个油杯新的嘞！哦，这油烫洗啊。这个机油有放掉了吗？这个呀，做机错了吗？这有一台漂亮的一级可以砸我。Thank you.
我靠！我靠！这样都能骑。是啊，我用汽油洗那个滤网而已。充了很久，它都没有热。